天，你来看，它的鼻子这么小，还有它的眼睛，真是太可爱了。唐莹、宋天，我给你们看一个很酷的东西。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小盒子吗？这不是一个小盒子，这可是我的新宠物哦。你快把它拿走，把它拿走。唐莹，你看看它，它的鼻子多可爱呀、你看看嘛。我应该有了一个新的梦怪。岛上的能量场出现了异常，让我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唐莹你好啊，非常高兴可以再次见到你，拿起英雄之剑吧。不行，我做不到，我要赶紧躲起来，要快一点。唐莹，你在害怕什么呀？老鼠，它们太小了，但是尾巴那么长。长鼻象也有一条尾巴。什么呀？长鼻象和老鼠有什么关系？老鼠洞在哪儿？唐莹，我们就在这儿见面吧。快把门关上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去吧。我的尾巴还是太短了。这真是太棒了，唐莹给了我这么多恐惧。唐莹，我需要你再害怕一点，你看我的尾巴又长长了，这多亏了你的恐惧。太棒了，唐莹，看唐莹的梦怪在那儿，你们帮不了唐莹的，他会一直害怕我。长鼻象，你要好好的看好英雄之剑。来玩猫捉老鼠吧。笑笑，微微，静静小心。别碰我。好，我不碰你，你现在的恐惧已经够多了。你放了我吧，我现在真的很害怕。很好，那就再害怕一点吧。我真是太讨厌这里了，唐莹还在那边，我们必须快点回去救唐莹。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，能不能飞出去？聪聪怎么不在这儿？大水晶的能量正在渐渐消失。大水晶的能量，我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。唐莹乖乖待在这儿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唐莹你没事吧？其他精灵呢？其他精灵他们都被那个老鼠怪关进了老鼠洞里。原来是这样，
我明白了，这个老鼠怪造成了能量场的异常，而那个老鼠洞的入口应该就在那座山上。你是说精灵们都在山上？快点拿着英雄之剑。这是神奇的笛子，希望它能帮你打败老鼠怪。听着，唐莹，快吹响笛子，老鼠会害怕的。别再吹了。他过来了。唐莹，快把笛子扔掉。别听他的，只要你继续吹笛子，他就消失了。不行。别再吹了！他现在的样子让我想起一只小动物，要是耳朵长一点，尾巴短一点，就像我的小兔子。小可爱，让我抱抱你吧，快过来，小可爱。你不敢抱我的，我可是梦怪。别过来。你们来晚了，没见到唐莹刚才有多勇敢。那你给我们讲一遍吧，我也会告诉你在老鼠洞里发生了什么。岛屿有很多奇遇，它带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。在精灵岛屿，快乐在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下定。它和兔子看起来没什么不同，只是小了一点。另一个世界，梦幻